高跟鞋就是有一种魔力。Ella 转型爱上高跟鞋，一次狂买11双。我是男艺人的时候，我完全没办法理解高跟鞋的魅力。但现在你知道，我现在整个转型成一个美艳的女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哦，高跟鞋必备。Jimmy Choo 联名 Off White 鞋款限量开卖，19日发表会上，请来鞋痴 Ella 分享她的疯狂行径。去时装周，我带了11双高跟鞋，结果我又再买了11双回来，真的很夸张。然后因为我舍不得丢那些鞋盒，所以我们是 hand carry 把它带回来的。那今天看一看会不会用啊？当然要啊，待会叫老公刷一下卡就可以了。Ella 脚上的联名鞋 Claire 与 Jimmy Choo 经典款 Lens 外罩透明 PVC 材质，优雅与街头感碰撞出的火花让她十分惊艳。我穿上它的时候我有点讶异，我会以为这一个材质很硬，但是你们摸它非常软，所以它的材质很挺，但是是舒服的，还能接受。现在还没有很闷的感觉。还没。然后我觉得 Jimmy Choo 好穿，因为它真的做工很精致，对，然后还有它的用料也非常的好，然后还有它的楦型，我觉得很适合我，因为我的脚板前面也比较宽，所以我穿起来会很舒服。那 Off White 就是一个现在非常夯的潮牌，又非常年轻，然后跟这个这么优雅的一个鞋，就会碰撞出很不一样新的创意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时尚新闻报道。